哦，现在已经5点了，所以我尽快讲完，然后他就可以回去。哎，先讲所有的题目，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说做那个做数位会被做数位电路你会被 AI 取代，然后我现在就要跟你们讲说，现在这个工具它大概在什么程度这样。哦，现在介绍一下什么是 generative AI，这应该不用介绍。但是我们今天要 specify 是这个 LLM，就是你们现在看得到的这种 Claude、ChatGPT、拉马、冰雪，然后还有一个 GitHub Copilot，这个我们今天不会介绍，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大家都可以去用用看。它可以用在那个 VS Code 上面，它会让你打功课打字变得非常快。但它就是比较没有这种对话的界面，所以比较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里面。然后再就是接着主题啊，就是这 LLM 它真的会做 HDL 比赛吗？大家都知道它打软体的 code 很强啊，它很会打 C，很会打 Python。就你就可能听到很多同学说，他们用那个 ChatGPT 做很多功课，那、啊、为什么你都没办法拿 ChatGPT 来做数电功课？那、啊、原因就是因为它很烂。对，真的，他真的不太会打这个 ChatGPT，ChatGPT 真的不太具备打 HDL code 这种能力。大家看到第二点，他其实没有办法自己完成 home 默山。大家应该都有完成 home 默山吧？他如果你没有好好 prompt 他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完成 home 默山。他，我开头都说他很烂的，那、啊、为什么要介绍他？它其实还是可以用啊，只是你要好好的用它。下面就跟你讲说，哎，它其实可以还是可以帮到。最后一句话说的是，ChatGPT 就像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实习生。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种 LLM code 啊，它就是你丢给它什么东西训练，它就会跟你讲什么东西。所以你训练资料只要够，它就会知道很多东西。啊，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知识很渊博的机器人这样。所以在想法这方面，它可以给你蛮多很不错的想法，在一些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想的东西，它就可以短时间内丢给你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给你这样。然后这就是他自己说自己很弱的部分。好，那就是训练资料不够啊，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是软体的话，比较流行 open source，但硬体就没有流行 open source。所以它就是训练资料不够。那现在可以看到 LLM 有很多，最常见可能就 ChatGPT 嘛。但今天要推荐给你们另外一个更好用，我自己觉得更好用的是，它叫做 Claude。它就是 OpenAI 有几个叛徒跑出去，投开另外一间公司，叫做 Anthropic，就是然后他们的模型就叫 Claude。他现在公布出来是他的能力是优于 ChatGPT-4 的，但 ChatGPT 前几个礼拜也不甘示弱，推出 ChatGPT-4 Turbo。那这个 Turbo 是你要透过 API 的 key 才有办法去用，你没有办法在网站上选到。那上面这两个 ChatGPT-4 跟 ChatGPT-4 Turbo 还有 Claude 3的 Opus 这三个模型是要付费的。那如果大家想要用不用付费的 plan 的话，就选下面这几。越前面代表越推这样，Claude 跟 ChatGPT 相当，后面的话 Bing Chat，这 RabbitGPT 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它这个 RabbitGPT 这一个 AI 呢，它是专门 for HDL design，就是它这个公司，它就是说它要 train 一个模型出来，让那个 chip 的 design 更自动化，所以这 GPT 去 RabbitGPT 可以再看看。他现在不强，但是未来可期。然后这边就是跟你讲说，你对这个 LLM 写 HDL code，你应该要有适当的期待，你不要期待它帮你做全部的事情。它会写 HDL code，它也会帮你做 pattern，但是它做得不好，所以你就只能取它好的地方，然后不要叫它帮你做全部的事情，这样你会很痛苦，因为它做不出来。
然后再来就要开始教你们，要怎么 prompt。那说这个 prompt 就是你要怎么跟他讲话，他会给你比较好的 feedback。这里就介绍一下，你一个好的 prompt 你应该要包含这些东西。这里就是 design description 啊，什么 specification 啊，度之类的。下面会细讲这几个东西里面应该要放什么。然后你给这个 input 的方式，你可以用一般的文字叙述。那你如果想要比较有系统化的把你的 prompt 给出去的话，你可以尝试看看这个 markdown 格式，它基本上就是用一些符号可以去把你的项目区分开来，还有做一些你要强调的重点。然后这边推荐用英文去给 prompt，给中文的话，虽然现在的 LM 都很不容易错，但是有些词可能表达的不是那么精确，它还是会误会。尤其是在讯号的表达的这方面上面，推荐是用是给 more。再来讲这个 description for the design 这部分，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写的话，基本上就是你去看每个 homework 的 PDF 里面有个栏位叫做设计描述，这是 TA 给的，你就有办法这个 TA 给的这个设计描述整个复制贴上过去都没有问题，它就是给 LM 看说你现在这个 design 大概要做到什么程度，然后它的目标是什么？下一个是 IO list，IO list 就是把你每个 point 的 input output 给他看，然后给 be with 给 signal description 这部分 PDF 里面你可能也找得到，就是跟你说你要打这个给 LM 看，他才有办法去跟你说，他才有办法依照这些 IO post 去做接下来的设计。如果你没有给的话，它就会生成出跟你想法差很多的东西。然后这个 module declaration，它这个东西就在做，你可以给像是助教在给 lab 跟 homework 的时候，它都会给你一段错的，然后你要写的地方就是 logic declaration 跟 your design 那边嘛，所以你就是把那个 snippet 那个 template 直接给他，直接给 GPT。这样子他就会知道说，哦，他要做就是这边。再来是 specification，因为上面那个 design description 那边，我通常会讲的比较没有那么细。那这个 specification 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要去细讲说，你有些哪些功能需要去达到，哪些讯号应该要怎么做。这边的话就是会讲比较细。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影响 LM 生产出来的品质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你这边你有想到的，你一定要讲得非常详细，它才有办法生成出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再还有一点是 constraint，这点我通常会把它跟 specification 写在一起，因为这边 constraint 就是讲一些你不希望它做到的事情。因为现在的 LM 啊，它在做 HTML 比赛，它其实是会做出一些像是 for loop 或是什么，真的是有类似的东西，因为它的品质就还不是很好嘛，所以你要特别跟他讲说，你不能做什么事情。基本上这边我就是贴一些助教会写说你不能做的事情上去，这样子。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最后一点就是，如果你没有跟他讲说你要把 conventional 跟 sequential 分开，大部分的 generative AI 给你的回应都会是全部勾在一坨，然后你又没有办法 debug。这边的 to do 是，你如果在做比较复杂的 design 的时候，你可以去给的 to 给他下一些指令，这样就像你前面给了一堆讯息，然后你的 to do 就是教他你要拿这些资讯去做什么。基本上，如果你是做一个很简单的 design 就没差，就不用给这 to do。这边的 to do，我会用 Please act as a professional system level designer 开头。这个加没加其实没有差很多，但是我会这样开。Don't contain any shortcut，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因为 LM 如果你没有跟他说不能省略任何东西的话，他会给你那种很像 pseudo code 的那种很 high level 的东西，就是他会跟你说，哦，他的想法是这样，其他你自己做，这种感觉。
但是你就是要他做，所以你现在就跟他说，哦，你不能省略，所以 don't complain if you can。下面跟你讲说，简单的 design 直接开始就好了。那 advanced design 就是你要跟他确认好，他收到了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样，所以再开始。然后再来介绍一些比较 useful 的技巧，就是可以让他做得更好。啊，基本上就是你要先跟他确认好。这边是一个简单的 prompt example，那这个是 lab 三嘛？lab 三大家都记得吗？一个很简单的 shift register。然后基本上第一个部分就是 design description，那这个东西就是我直接从 PDF 复制贴上过来，所以就没什么。这地方讲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大概要干嘛哦，然后 IO interface 就基本上可以打写这样。我现在打这个格式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比较 markdown 的格式，所以它就是可以比较明显的分开，然后有一些可能标点符号很好用的符号。IO interface 就是讯号的名字啊，它的宽度，它是在干嘛的。再来就是 specification 跟 constraint。基本上，他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需求，就不会去另外打。但是你这个助教跟你说不能做什么，你一定要把它打上去，不然 LLM 就会做。然后 module 的 declaration 就是你给他一段这个东西，因为 lab 三的就大概长这样，所以我就把这贴上去。然后呢，LLM 就会把它的设计接在你的 module 的 declaration 后面。好。他来讲 self-planning 是一种 prompt 的技巧。这个 self-planning 基本上它有2步骤，第一个是你要先跟他讲说，哦，我先给你这些设计，然后你先确定你跟我收到的是不是一样的资讯，然后如果不是一样的呢，就要把它改到是对的。然后这整个步骤都是在自然语言的情况下去跟他讲的，就是你还叫不要叫他这个 code，然后再来 step two 才是按照他打出来这些 specification 去做他应该要做的 design。那这个 step one 就非常重要，如果你 step one 错，再来做出来基本上也不会是对的。那再来就讲说。如果你要做一个 finite state machine 的 design，你第一个部分就是要叫它先把这个 state transition table 给它生出来。如果这个 state transition table 生出来是错的，它做出来就一定不会是对的。那这一个技巧就是跟你讲说，你在叫它 coding 之前，你先生成出你自己也看得懂的 natural language 的 description，这样子你做 debug 就会更方便。它后面依照那个 description 做出来的 code，正确率会比较高。后面是一些他在做 FSM 会遇到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们用的是那些比较能力没有那么好的 model 的话，他弄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用很久之后观察到的结果，就是。很多题目其实你没有办法用很少的变数去解决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比较能力比较不好的 LLM，他就会给你用他觉得相对少的变数去解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他是通常解不开。通常就是你可能再多宣告一两个变数，或多宣告一两个 state 就会解开，但是他就会解不开这样。所以大家如果在解，你用比较能力比较差的 LLM 去生这段的 code。把可以从这个方向去解，那个就是不能把问题想太简单的。然后 LLM 没有它处理分子表跟 Karnaugh Map 的能力非常的差，所以之前 Advanced Code 那同学有提到说，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去把什么逻辑栅抛出来，他做不到，所以就不要再想，你可能就是继续自己画 K-Map 这样。然后他也很不会整理真实表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要生成 FSM，然后你看着
transition table 要把它实作出来变成你的 code 的话，你也要小心他们做错，因为他连政治表都做不好。这个下一个是这个叫做，这是一个比较忌讳的，它就是这个图就是把你该做的事情把它图像化。大家先看左边那个图，左边那个图就是这个 prompt 下下去之后，它给出来 code， 你要先看它有没有文法的错误。为什么要先看文法的错误？因为 LM 打出来的东西，它会有很严重的，你用比较能力比较差的 LM， 它就会给你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错误。比如说，它把 begin end 打成两个大括号，或者是它尝试用 while loop 帮你写一个 code。大家知道 while loop 是没有办法，是它是存在没有用，但是它是一个不好的语法。它就是会用一些很像软体的概念去帮你完成这些硬体的设计，所以这是不对的，所以你要先检查的文法，然后再来就是不断的修改这个 code。 你可以给 human feedback 给 tool feedback， 他等一下会介绍说你给哪一些 feedback 是有用的。有用的 feedback 就像是你跟他讲说哦，文法错误，或是有一些取名，你取的，你可能跟另外一个 signal 取的同一个名字，它是会的哦，它是有可能把两个 signal 取成同一个名字，但它不知道，这样，所以你就要提醒它，然后或者是文字的描述，对这个 bug 的描述，或者是 timing violation， 就是你可以跟他讲说，你现在这个设计02没有过，他就会帮你改设计，然后像一些你跟他讲太简掉了，就是。Multi driver， 你跟他讲，他知道哦，他跟你讲说什么是 multi driver， 他讲头头是道，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帮你解掉，他就是跟你讲说哦，我知道什么是 multi driver 啦、啊，但是他就给你更新的 code， 然后还是 multi driver。然后第二个比较没有用的 feedback 是 waveform 的 feedback， 主要是因为他解读 waveform 的，他对 waveform 的理解程度并没有到很棒。你给他一小段 code， 他可能有办法对每个方面跟每个你要的功能都去做出哦，为什么他这个微风会这样动？但是当你给他有问题的微风的时候，他有时候甚至侦测不出这个微风是有问题的。所以你也不要想说给他微风 feedback， 但 body drive 也是没有用。然后，如果你要给 feedback 的话，你要跟他说哪里错，你就给上面比较有用的那些就好。然后如果都真的解不掉这个 feedback， 你给他怎么讲他就没有用的话，基本上你就直接 regenerate 就好，就是重新生成，或者是你直接开一个新的对话框这样。那这边就讲重新生成跟新的对话框这部分你要怎么用的比较好。重新生成它的效率基本上每一个 model 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你用 GPT 的时候，它重新生成它会给出比较不一样的东西，但如果你用的是 cloud， 你用 cloud 你重新生成它都会给出差不多的感觉，就比如说它只是改个变数，或者是它把 block 的位置是不是要调换，就是给出差不多的东西。然后如果是我的话，它生成5次以内没有生成出我觉得它在往正确方向前进的感觉，我就会尝试开一个新的对话框，就基本上这个 regenerate 是没有用。那是开一个新的对话框，你可以在同一个 model 开，你也可以在不同的 model 开，就是可以建议你换，就 GPT 换 cloud 或 cloud 换 GPT 这样。就是再来就是，如果你给 waveform 的话，你该怎么给？虽然我刚讲过你给 waveform 的效率不太好，但是这边还介绍一下，就是基本上你就给他前几个 clock， 然后给他你几个你要他注意的讯号的0101，然后你在 to do 里面你就要跟他说你要先分析这个 behavior， 然后叫他讲出为什么，这就有点像是刚刚 self learning 的感觉，你就是要先跟他，你要先让他知道为什么，他才有办法以此类推。那这边讲优化，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拿 LLM 帮你说明题呢？我没有办法。对吧？那不是你的缩面机超人，缩面机的话找那个林厚成同学。然后，他其实
它没有办法帮你做很多面积，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你的 EDA 错误都帮你做长，它通常会给你一些建议，你看着哎好像很有道理，你可以把这个什么东西变什么东西，哎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你最后放到错里面去跑，它反而有可能会变大或者是没有变，所以你给 area 的，你叫它做 area 的 optimization， 基本上是效率非常差或者是零。那 throughput 的部分，其实它是会做 pipeline， 它会给你一些 pipeline 建议，因为刚刚讲它对 area 的解释跟一些建议都很棒，那它给 pipeline 给 throughput 要怎么提醒 throughput， 它也给出很棒的建议。但是呢，它做出来的感觉就是让你觉得虽然有做，但是不多的感觉。它会做 pipeline， 它会做平行化，但是出来的效果就不是很好，而且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小心它把你改出来的东西很多很多都会有 timing violation 的问题，它会把很多东西都塞在同一个 state， 然后你就会02过不了，03过不了。再就做一个总结啊，因为刚讲完一直骂 LLM 好像它真的很不会做，那为什么我还要用它？其实它可以帮你省掉很多时间哦。如果你对一个功课毫无头绪，或者是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可以照我刚刚丢 initial prompt 的东西给他，他可以帮你生成出一段非常像样的 code， 他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 code 的架构，然后让你去改里面细部的东西，你就可以去做很多地方。他一定没有办法一次就给你100%对的东西，但是他可能就帮你前进30%、50%，就需要做剩下的50%就好。当然这个架构不一定是好的，就像刚刚助教讲，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抄performance 好的部分去写你的 RTL code， 你后面再修都是小的改变，但是它可以帮你省时间。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你要读电磁学期末的话，就可以试试看 LLM， 给他一个机会。然后就讲一下电机系现况，这样不知道大家现在电磁学过得怎么样。对，基本上就是你在使用这个 LLM 帮你做 HTML code 生成的话，最重要的不外乎就是你要有好的 prompt， 你有好的 prompt， 它就给你很好的，也不是很，它是给你比较好的效率。然后你要有不要太多期待，要适当的期待。LLM can help you。啊，这边有一些是我们做出来的范例，大家可以去看。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做 HOMO3 的结果。做 HOMO3 的结果，我是有要在10个 prompt 以内，让它生成出可以过01的 code， 可是0203就拜拜，然后我就有点两修那样子。那这个简报告中就已经丢在 E3 上面，大家可以再下来看。这里面就是我们跟他对话记录。就这样，谢谢大家。好，那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哈，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哈，谢谢。